这个比较方便。毛带领也是我这么这个染的，这个比较方便，像起子膏一样，没关系可以了。好，那你戴帽子吧，我陪你去。好。妹妹，热不热？热。还不热？你看太阳多大。那你晚点出来，你还不出来？这帽戴好了啊。看一下想吃什么，选一选。妹妹，开心不？啊？开心不开心？小哥把整个店买下来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可以。你不行。小事情，妹妹喜欢就好啊。明天就过来买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喜欢就好，开心就好啊。把店里买下来，别人干什么啊？店不要买了啊。妹妹好幽默的。妈。还这边你比较凉快一点啊，哎，你看你头发都很长了，啊，也白了，带你去剪一剪吧，然后染一染，好，头发都白了，天太热了，你染剪一剪，这样的话比较凉快一点，嗯，是不是？你看全白了，啊，好，走，我把车启动一下啊，嗯，好，妈，走吧，车启动好了。慢点啊、哦！嗯。老妈的头发全白了都啊！妈，你是你的头发不用染的可以吗？嗯。啊？好啊。不用染。嗯。不用染好看一点啊。嗯，本来不好看，为了板结的，今天。嗯，不好看啊。装背了，不要全背了好。嗯。等一下，我回去帮他染一下。啊，你坐等一下啊，我去给你拿那个染发剂去啊。好。妈，我给你染头，这个也是我经常用的，啊，这个比较方便，直接就是像洗头一样可以，就像那个洗头一样，干洗一下，又干洗了头，又染了发。干嘛？这么变换了，我看。嗯，戴完了走。这个比较方便，毛带领也是我用我这个染的。这个比较方便，像起子膏一样，没关系，可以了。四分钟啊，要。25分钟就可以了。但染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啊，戴上手套。嗯。别怕哪里脏的话，直接拿纸一擦就可以了。其实你这哈不染也可以嘛，留白发更漂亮的。嗯。哈哈。但是白的话看着比较老一点，染的看着比较年轻。等一下，像洗头一样，随便洗，用水量去冲一下就可以了。要是怕有问题的话，少一放点洗头膏洗一下。等20至25分钟就可以了啊。嗯，好。妈。啊。25分钟了，可以洗了，我帮你洗一下吧。我自己洗好了。那行吧，那你去洗一下吧啊，直接是洗就可以了啊。放一点点洗膏就可以了啊，不用放太多，是吧？嗯。嗯，可以。风太大了，吹乱了都。嗯。这个地瓜叶应该可以种一下啊。可以啊，这个你拿去种啊，这个到时候你那里菜园子可以种一些地瓜叶，本来我们这里就种的好少的嘞。嗯。哎，说不定你去街上卖这个地瓜叶，他们爱吃哦。发展之路就是靠这个地瓜叶了。是啊，哎，真的，我们这里没有这种地瓜叶吃，我不骗你的，老爸他都没吃过。去哪去种一下试一下？可以。这里面可能种的那种地瓜叶，到时候可以把它移在这边。现在那边都有光，不舍得扔掉，先这样先种这边，到时候好摘。先放这边，到时候还要移栽呢。
太旱了，你看翻下去水快一盆子水了，它马上就吸收掉了。最近我们这边的高温，等一下把它搞的土它下去。